需要什么，我们来寻找他们的服务。嗯，我们看得见的价值是有限的价值。嗯，你看不见的价值才是无限价值。嗯，社会给你的才是真正的知识，因为那是可以使用的。你有着力点，你才知道怎么去发挥；你有舞台，才知道怎么表演。你要懂得怎么善用这些资源。嗯，对吧？嗯，有的是既有的资源，有的是多余的资源，有的是剩余的资源。嗯，你这些都是可以使用的。嗯。